四月十七日，向太在微博发文，再次力挺郑秀文。你当然是唯一的郑秀文，大家最爱的，所以坚挺。因为不止主爱你，全球华人都爱你，支持你。不论你的选择如何，大家都尊重。只要你开心快乐地走出阴霾。据悉，近日许志安被曝出轨，随后他开发布会声泪俱下认错，而向太在十七日凌晨就发文怒批：如果计程司机没有拍到这些，是不是还会继续呢？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